帮大家试吃一些奇奇怪怪的美国的零食。相信来这边，虽然说华人就是住在美国啊很多年了，可是也许他们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吃一些很特别的、很奇怪的零食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要帮大家展示。之后呢，我们决定开始，先从这位有沾了 coconut 的 marshmallow 开始吃。好的，那我就打开喽。好。开包装的感觉真爽。来，先尝试一下。我们旁边有水，如果味道很惊奇的话，你可以吃一下，赶快喝一下水的。哇，一打开有浓浓的 coconut 的味道，还有一些巧克力的味道。对，好浓哦。就因为在台湾，从台湾拿里，一拿起来就预期它是硬的，不然就特别的Q， 但是它拿起来就是。捏起来的感觉就不太一样，就是蛮就是那个棉花糖感觉，然后上面又沾着，其实蛮好吃的，上面又沾着那个椰子的那个丝，然后就觉得其实不会太甜，还不错，然后又就会，看起来就像是沾着，像刚刚讲的沾着花生，不想拆。打开，盛开起来的，来，现在一汤匙，谢谢，特别哦。都分好，对啊，你看大家一人分不用抢哦，多好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很微妙，就是用塑胶汤匙放着，这看起来就是有点像 honey 还是什么的糖，然后就是绑着橡皮筋，真的还是什么加上糖，然后把它裹在一起，闻起来好微妙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软的，哇，好微妙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很像吃完中药后啊，就是很苦啊，要吃那个山楂吗？山楂，山楂，对，很像那个山楂粉加一点糖。我觉得应该有那种小男生会喜欢吧，就是丢一个虫，然后丢在你身上，然后恶作吓小女生。女生谁想要吃这种虫的形状？超恶心的，光想把那个虫吃进去的感觉就不是。好啦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看有没有像刚刚那个一样那么的，有没有像巨型的蜈蚣在旁边蠕动，然后就又很像蚯蚓这样在那里转这样，好恶心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它纹路真的画得很好。对啊，连纹路都做出来，会不会太用心了一点？不过吃下去就是。就是软糖，软糖的，对对对，没有什么，就是很可怕的那个感觉。你这比较没那么硬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毕竟我不知道你吃到是过期的。我之前吃的更圆，然后是就比较圆比较酥，然后就是很难咬，超硬的。但这个不是很好吃啊，就是炒有炒没味道，然后就像放到有点过期，然后已经没有水，没有水分的那种。东西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，就是像蜡烛取胜。对，像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傻眼。说真的，在这看起来我真的就没有什么食欲。对，这个超 popular 的，好不好？就到处都看到。好啊，我个人嘛，就觉得它真的看起来就对啊。然后，而且打开来试吃之后，就更加的就是笃定了我的想法。我觉得它比较适合，就是那种就是 birthday cake 啊，它可以就是把它插在上面做装饰，是装饰用，对对对，对，或是就是可以当做整人蜡烛这样，就是哎点不起来，点不起来，对啊，其实不是蜡烛，对，就我觉得这娱乐效果比较大。我们的节目呢，喜欢的话一定要订阅哦，我们的 Facebook、YouTube 还有微博上面都找到我们哦。